锅捞它开始。咱们先给它切出来。这要是小婧羊杂啊，这还得把这个切好的这些个上锅再捞出来，再捞出来，这才香。这是最柴的地方，但是吃的时候也是最香的地方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淮扬咱拿猪油烩出来也可香的，就是羊油怕有点腥味太重了，我今天就用是那油，我倒点油多点是好吃的，把咱们香干儿肥给它放锅里头。葱姜蒜，放点花椒，咸盐，多来点醋，再不是多来点辣椒。我感觉这天气感觉我是瞎呀，少来点老抽。你脏凉凉，而天气预报报的明天又降温又下雨。这个羊杂弄好以后，然后咱们给捞出来。再给它来点小葱花，杂碎里头放点葱才香嘞。把这点羊血串串给它。几天都没来了，反正有两天了，咱给搁一个礼拜了。这羊杂算啥也得长点高了。这是今年的小黄米面，做出来又黄又紧。下次咱们的香包面条啊，家人们到那小花车里头一块儿拍去吧。这个高粉啊，就拿这个纯冷水和就行了。哎呀，好几天没见，看火看见吗？我早就从视频里头看见，你要是不给拿来的忘了呢。这个是小鱼干、大鱼干的，你把这个虾也做。昨天咱们早在前了，小鱼干的那门的那个咱们家这个小鱼是凉儿的，那这次是广东的。小气的就加来了，嗯。小哥哥，你放假了？早你上星期去姑姑家，你不去。他的天哪，又长得还好吃的，你看啊，羊杂。你要是那啥玩意，你说你三狗。你都吃过羊杂了？没。哎呀，我这可好吃了。哦。这么刚去了，其实每天可忙了，见时间没见，拿着稿背稿做直播做呗。哎，这直播一结束，第二天正式了。还是进的第四次，哎。你下了太原车的感觉到了，应该下了火焰鸽子。我见黄师傅说了，这个虾上锅先蒸软，蒸软以后然后再一炒。人家都说给你做饭了，就怕你不会吃，你是看你吃惯吃不惯了。我就比如说搁那儿买点这个海鲜来的哇，他那儿人就搁那捞上来，也没有个啥特殊的，就是这个大龙虾了、啥了，澳洲这个那都不没有见，那市场没有见，就是那种渔船里面截海那捞上来的东西。啊，可是个，这里。我想的吧，你们第一天从拿回来，我也给先给你们回是个大回菜，我是你们的小大回菜。都行，都也不贵。这点羊血，我炒的哇，精的个嘴嘴的。
行了，放一回风，放点咸盐，放点花椒，行了，都洗就行了。咱一根加醋的，你吃吧。哦，行。啊，豆豆拿来一碗。哎呦，太香了，这个。我拿错那个，咱那够。咱这个。黑。黑。你豆豆嘛？你豆豆吃的嘞。慢慢的来。你写啥？我都忘记你。就写嘛。解放的那个解啊，也叫解，对对对。对你多吃点儿哇。啊。嗯，也没啥好做的，反正就这点儿。给添些猪脚子，辣椒就不能辣椒再挖死。也馒头。这里头我见你六十六姐看那么少的是过的，抹的好了吧？嗯。哎，抹的六姐回也不想回小食堂了，每天就问我咋今天去哪算去，大锅饭。哎呀，真好，娘的廖姨煮这饭真香。嗯。别看煮那么大一锅，真不来了。哎呀，我吃的香的那西红柿炒梅吃的可不得了。哎，我怎么敢说？下回，下回咱们上岗去找炒梅去。他这活要钱，是吧？